每天当黎明即将来临，清华园中总会有一位年届九旬的老人，迎着晨曦的微光，迈开坚持不懈的步伐，跑入新的一天。这就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张礼先生。作为一位理论物理学家、物理教育家，他长期从事物理学教学和科研工作，为提高中国高校物理教学水平、教材建设、人才培养做出了诸多贡献。张礼先生1925年出生于天津，1946年以理学院第一名的成绩从辅仁大学毕业。1949年，他放弃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免费攻读研究生的机会，回国赴解放区，并于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到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做理论物理研究生，所发表的有关电子、正电子系统的定态及其湮灭转变的论文，被国际公认为是正电子湮灭谱学的奠基性文献。1957年，张礼到清华大学工作，参与创建工程物理系，并建立理论物理学科。他担任副系主任，长期分工主管教学及研究生培养。57年我在那儿，这个博士后一年完了，我就回到了清华报道了。到了清华以后嘛，就到公务系，一开始是做公务系的一个教研组主任，后来又做副系主任，管教学。在这个过程里面呢，1959年就下了一个新的任务，就是蒋南翔校长，他认为呢，1952年那个院系调整把清华理科整个调出去，这个根本是个错误，所以他一直就想恢复清华的理科。怎么恢复法呢？我来的时候做教研组主任，就做那个实验核物理的教研组主任，这是等于埋伏下一个理科的种子。由于教学任务和行政工作的繁忙，这段时间张礼一直没有充足的时间从事自己喜欢的物理学研究，但从中学起就一直深埋在心中的那种对科学的热情之火却从未曾熄灭过。我到清华来呢，这个一开始不久就做副系主任，当时的副系主任跟现在的，我觉得那当时的副系主任的工作量是很大的，所以呢没有多少时间做科研。1972年周恩来总理接见杨振宁先生，在那个上面呢，周总理讲了一段话，就学生还是要以学为主嘛，然后呢，要加强这个实践，这个要在实践和理论结合，加强理论研究。本来蒋南翔老早的想法就清华要搞理科，所以他们两个人出来啊，主要何东昌了，腾腾协助他，清华要办四个研究班，固体物理、激光。这个物质结构、催化，两个物理，两个化学，四个研究班。这个固体物理呢，就落实在公务系来办了。一有了这个，这等于说我的一颗救命稻草，赶紧就拉过来。然后呢，我准备两门课，一门是群论，一门是这个量子力学里面的这个格林函数方法，准备两门课。而且讲义都写出来了，准备要上这个课了。这是1973年初，到了1973年秋天，糟了，这个反右倾回潮，批清华嘛，就批何东昌，批层层，那这研究班就等于没有了。这是73年，到了四人帮垮台，到1978年。当时的这四个研究班的学员，这四个研究班的学员其实都是原来清华的叫做新工人呢，都是这个65届、66届的毕业生，留下了叫做新工人，他们
这些研究生也联合向学校提出申请，希望恢复研究班，学校决定恢复。这下这四个研究班的学员点名要我给他们讲量子力学。这学过去大家都是学校派教师去讲啊，这回反过来了，学生点名要求谁谁谁来讲。我过去并没有讲过量子力学，因为到了清华我一直讲专业课，理论物理的专业课，没有讲过这种基础课，过去是由基础课的教授讲。学生点名的当然我也愿意了，我就讲，我还是比较努力准备这课，学生的反应也非常好。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科学的春天也来到了。张丽和其他科技工作者一样，利用各种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这最新的科学知识，尽一切努力要把失去的十年找回来。后来学校这个派我接待这个美国的 Caltech， 就是加州的理工大学理工学院吧，就是 Caltech， 他们跟清华合作，校长跟董事长带来一个大的一个代表团来，要我接待他们，我和他们弄得比较熟了。后来呢，80到81年，他们愿请我到那儿去合作，实际上给我支持了。这一年帮我在科研上能够了解一些前沿是什么。回来以后呢，这个由美国的哈佛的吴大俊教授建议我们做一项工作，叫做围绕色动力学里面做算一些强相互作用的过程。当时呢就有我，然后呢有徐湛老师，他当时是讲师，还有我带的一个博士生，我们三个人做一个组做。哎，这个方法在国外影响非常大，国外的一些高能物理实验室都用这个办法来做理论和分析他们的实验。所以后来呢，在国外给我们这个工作起了个名字，叫中国魔术，叫 Chinese Magic。 凭借神奇的中国魔术，徐湛教授和张丽2013年获得了中国物理学会周培源奖。而也就在这一时期，张丽担任了工程物理系主任，还从1982年起担任了恢复重建后的清华大学物理系第一任主任。学校恢复物理系，当然一个是觉得清华应该有物理，然后呢对基础科教学有好处。至于说物理学科本身怎么样，学校并没有打算花力量，我也没有向学校要什么条件，我任何条件没有向学校要，但是你得让我去呼吁，让我去宣传这个物理作为一个基础学科它的重要性，清华应该在这方面有所贡献。差不多十年以前吧，我80岁的时候，系里给我办了一个宴会，我在宴会上有一个讲，我说我有一个梦，就梦我们的物理系啊，将来能够成为一个学术创新的这么样一个点儿。现在呢，是我们请老外来给我们讲学，当然有的老外们也愿意来了解了解了，特别我们现在，等到将来呢，因为我们这儿有好多发光的点，老外要来学习，这是我的梦。现在呢，这个梦我觉得实现了一部分了。现在的物理系今非昔比，已经到了全国的前面的几个吧，前几名了，已经到了这个程度。所以看到这个呢，我心里还是非常高兴，当年受点气就算了。近代物理学的一些重大突破，为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及工业生产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并促成一系列新学科、新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张丽认为，
对于一部分工科专业的研究生开设一门关于近代物理学新进展的课程很有必要。1997年，在讲课的基础上，由张黎主编《近代物理学进展》一书出版，这本书被评为95国家教委重点教材。张黎和陈浩明还因此获得北京市教学改革一等奖。我从49年开始上讲堂啊，就讲课了，到现在呢多少65年了。65年这个里边中间呢，我一直特别是到后来80年代以后，我就想，当然教学呢我还是努力去教学的，一般学生反应也是好的，也是欢迎的。那么怎么样让学生知道自己去探索，去找问题，找一个合适的方向，一直后来就想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做所谓的案例分析。后来就采取什么办法，去看这个诺贝尔物理奖获奖者他们是怎么获奖的，把他们当时的工作了解了，因为他们都要得了奖要做报告，也得奖的时候获奖仪式上有诺贝尔奖的这个讲座。于是呢我就学习这些东西，然后我就给学生做报告。后来啊，当时的物理系主任陈浩明教授他就提醒我了，他说你干嘛一个人干呢，你把物理系的教授组织起来不好吗，大家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好，于是呢当时我们组织了十几位教授，大家讲，每个人都他所熟悉的那方面去做准备，然后我们就开课了。课程呢就叫做近代物理学进展，现在嘛是主要是物理系的研究生为主，也有外系来选。那么讲了以后呢，后来我们就写书了，就写一本书叫近代物理学进展。这本书呢后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出了两版了，这个在外面的这个需求量是很大的啊，经常他第一版呢重印了好多次了，都已经后来又出第二版，那这个书现在该出第三版了。1986年，杨振宁教授应邀在北京以相位与近代物理为题做了9次学术报告，内容涉及近代物理中很多重要概念的萌芽、发展和确立，不仅深刻阐明他们的理论内涵，还介绍了澄清概念的关键实验。张黎听了全部报告，感到深受启发，事后和南开大学的葛墨林交流感受，有很强烈的共识。二人决定合作写一本《量子力学的前沿问题》，帮助研究生从课程学习到科研实践的过渡。写这个书对我来讲可是不容易，因为我原来做粒子物理的，原子、分子、这个凝聚态，这些是我的短板。这个统计物理作为物理的基础也是我的短板，所以呢，我就得又得从头学。年纪那时候也不小了，不过呢，究竟我对于物理呢还始终是非常的喜欢的。甚至于说有些崇拜的，所以呢怎么办呢，就干脆我就学，从头学，把有关的文献拿来，就这么学下来。量子力学的基础有哪些新的实验，然后呢原子分子光学和凝聚态有哪些有关基础量子力学的东西，这些方面的东西就从头学习。大概前后连学带写5-6年的时间，这样一来把我的视野就扩展了。1995年，古稀之年的张黎从第一线退了下来，但他一直都保持着旺盛的科研热情。在没有固定科研组、没有固定经费的条件下，通过组建讨论会吸引学生，开拓了新的研究方向。研究生们对宏观量子现象及波色爱因斯坦凝聚理论开展了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取得了有创建的结果。2009年，
84岁高龄的他还作为第一作者在《物理评论快报》上发表论文，并担任了《清华物理丛书》的编写工作。到了1995年，我已经退休了。1995年呢，当时这个玻色氨酸凝聚的工作，气体的玻色氨酸凝聚的工作出来了，这个工作出来了，那当然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会发展的很快的。当时清华这个高等研究中心成立了，那么杨振宁先生比较重视这个方向。那么好，我当时呢已经退休了。退休了就不能申请经费了，也没有不能正式的来带研究生了，那怎么办呢？那好吧，咱们就在这儿就干起来了，就在高等研究中心办起冷原子这个物理的讨论班，有好多学生来，又靠了优秀的学生，当时是基科班有好多学生来啊，这批学生可是那。他们的素质是非常好的，又是非常用功的，然后呢我看了一些东西做报告，他们也做报告。高研中心城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外面有访问人来，这里面的有很多有经验的人，这学生啊就找这些访问的教授就讨论啊，他们做了报告，哦，学生找他讨论，哎，有时候讨论出问题来，学生就做，所以这个学生也是出成果的，另外学生自己有工作，有的我也参加了合作，我们也发表了文章，这一下就把这个工作就能够延续下来了，一直延续到清华的物理系聘了尤力教授来到这儿来了，那么高研，翟慧研究员，经过了博士，在国外读博士后，学做博士后。回来到这儿，这一下子把这个研究工作就搞起来。张李先生年逾耄耋，但始终不知疲倦地奋斗在三尺讲台上，多年来一直为物理系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教授量子力学前沿选题，每周两次授课，每次都早早来到教室，等着他心爱的学生。我是觉得这个教学啊，讲课，面对学生，始终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持。因为教了这么长的时间呢，也教出感情来了，所以我对教学工作呢，始终是，对我来讲是很特殊的。特别是比如有些时候碰到一些问题，比如说情绪不那么高，只要一想起教学，立刻情绪就不再低沉，所以我是觉得我在清华这么多年，我的本事没有多大，我觉得好是好在什么，清华这个学校是个特殊的学校，他的学生实在是太优秀了。那么通过我的一些教学或者我的一些讨论班的一些组织，和学生在一起把他们组织起来，把他们的积极性发挥出来，把我也就带到前面去了。所以我觉得这实际上真是一个他们成长，那么我当然也有力量啊，讲讲课啊，组织点讨论呢，我也起作用，那么我帮他们成长，他们也帮我成长。张先生已经是耄耋高龄了，但是呢他上的课依然是非常的充满活力，给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富有激情，这方面非常的难得，所以呢我个人感觉张先生还是非常有魅力的。我觉得张先生最让我们值得学习的一点，就是能够在这么高的年龄还在坚持奋斗在教学的第一线上，然后为清华的学生们传播自己的知识与技能，我认为这是值得每个清华学生所学习的。张先生已经接近90岁的高龄，还活跃在科研的一线，那么在今年夏天8月份在咱们清华大学举行的这个量子气体国际会议的这个闭幕晚宴上， OSU 的这个杰森·霍和天伦教授说，
这个冷原子物理领域在国内来说，基本上是由张先生作为开拓者把这个领域引进到国内来的。那么现即便是到现在，张先生已经接近90岁的高龄，他也基本上每周都会参与我们这个冷原子物理我们研究组的这个组会，这个是每一位我们做科研人员的一个表率。张李先生数十年矢志不渝，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投入到高校物理学的教育、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事业之中。他潜心于教学，也执着于科研，坚持和善于把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三者有机结合，高度统一，使三者互为动力，共同提升。在教书育人和治学做人方面，张黎始终保持着崇高的精神面貌和优良传统，为同事和后辈们树立起学习的典范。在清华老师当中，应该说张黎老师是对我影响最大的清华教师之一。他讲课条理非常清楚，而且呢是讲的任何一个概念内容都非常深刻，使我们学生听了他的课以后是受益匪浅。张李先生对于我们晚辈总是那么样的关心关怀，跟他讨论问题他总是能够切中要害，切中要害。所以啊，我在我们同学当中在议论这个哪位老师对我们最有影响的时候，很多同学都提到张先生。张先生确实是我们学习的那个榜样。我为我能够作为张李先生的学生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当然了，张先生他培养了一大批这样非常杰出的一个学者。这个张先生他呢就是从来不追求名利。张李先生为人特别谦虚，他不断的学习新的知识。所以最近我看他一本书，就是这个近代物理学的这个新进展。这个那么大的岁数，而且能写出这样内容非常广泛丰富这样的书，我想呢是很难得的。张李先生对我感受，使我感受最大的是他岁数虽然很大，但是每天都坚持到科学馆来上班，和青年教师和青年学生一起讨论近代物理的一些新的进展、新的问题。他每天都是或者是骑着自行车来上班，或者是走路来上班。那么当然了，他这得益于他的身体也是非常好的，跟他的坚持锻炼，就是像真正像清华人，清华人这种精神面风貌，就是为祖国至少健康工作50年。当然了，张先生已经大大超过了为祖国至少工作50年，他现在已经为祖国至少，他已经90岁高龄了，他已经为祖国至少工作了70年，而且呢，他还要继续工作。张李先生嗜学如命，但也有着许多的兴趣爱好。摄影、古诗词、京剧和古典音乐都是他工作之余的亲密伙伴。他还热爱运动，坚持锻炼。在2007年纪念蒋南翔校长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这一口号的长跑接力活动中，82岁的张李先生作为火炬手欣然参加，深深地感染了全校师生。于是从1977年开始，春天开始我就开始慢跑，一直坚持到现在。马上锻炼对身体非常有好处，当时这些毛病呢，后来这一边吃药控制一边锻炼，后来有一段的药都可以，有些药停了，有的药减了，有的药都停了，所以就这个是对身体来讲呢是有这个好处。另外呢，这个跑步对我来讲呢，把它当成一个享受，就是早晨出去跑。现在呢，这个冬天出来，看得不那么清楚；夏天出来，那个
天都亮了。跑步的时候一过游泳池，道路两边那个杨柳，两排杨柳树，哎，这个看起来是真是美啊，所以看起来心情非常舒畅。此外还有一个说不出来，就想不到的好处。什么好处呢？有现在呢，一般晚上我看一些书啊，看一些东西啊，有的时候就觉得效率不那么高，这个脑子啊，它不容易集中，有些问题想不懂。睡觉第二天早上一跑步，再想这问题，哎，一下就想出来了。这个不止一次，若干次，有这个好处，还起这个作用。早晨一跑步锻炼一想，把头一天的问题都想出来。退休后的张李先生曾三次荣获学校颁发的老有所为奖励，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边干边学。他用实际行动演绎着这样一种精彩的人生。张李先生是清华大学物理学科优良传统的坚强守护者和杰出继承人，他的学术修为、敬业精神和道德操守犹如松柏长青，令人敬仰。老骥伏枥，志千里，桃李无言，自成蹊。让我们真诚地祝愿张李先生永葆青春，再写传奇。